家好，我叫纳日莎，我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今年33岁，我是一名蒙古剧演员。蒙古剧演员啊，对，大家可能对此不是特别了解。舞台剧一样的、哦、我在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蒙古剧团上班。现在是剧团里的一个专业的演员。对，除了在剧团的舞台上演出，你们会经常参与一些基层的惠民演出吗？我们经常会有下乡演出，然后牧区农村的慰问演出，广场进社区的演出。我们现在几乎每一年都有100场的演出任务。今年好，年底我自己数了一下，去年一年我大概演了68场演出。68场、啊、嗯，那这个演出量好大。我们一起看一下好不 好？你工作时候的状态。你还练这个吗？你练吗？我们每天上午都有。我站在草原望北京。哦，你也主持啊？这4个人的歌。哦哦哦。哦，我喜欢。奥尔奇愣，你到草原上歌唱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感觉，找感觉，它就自然来了，不由自主的。来来。阿吉林的河底的土的河刚跟那土那的野河红那个西的有的外湖的爱河歌的时候就是好朋友，一唱歌我就想画在你的歌声里。我以为你说不唱歌的时候是好朋友，唱歌的时候像男朋友。好看视频，轻松有收获。